他有心动吧，所以明年再试试看。明年我会再问他，我每年都会问他。老皮也是太忙了。嗯，请问刚刚是被编台吗？是的。完完啊！我看错了，我在想是能问一件多少钱吗？这是能问的吗？外套一件多少钱 ？T 恤吗？对吗？外套，去年是40吗？我们好像也帮小葵买，对不对？去年那去年是多少？先检查，我帮小莫买，好像是40，我印象中。40美，再乘32，43。T 恤好像是 20, 总不会玩踩地雷吗？教你如何踩地雷。对 ，Touchcon 的比较贵，黑色那个比较便宜。哇，好如何玩踩地雷呢？踩地雷就是太少过一频道啊，他是公屏到的天后，好不好？真的，真的，嘉宾必带。我那天丢在饭店，我超感的。哪一次丢饭店？我是说紫色的那一种，那当然他有印那个退群的那个 mark。玩其他游戏，你要看现场卖什么。而且上退群那个好像简单的嘛，我只教简单的，概念问题。有些会现买，教概念问题。可是有阿汉玩，会有一些一般款，就是不是一般款没有现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其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一。好，感谢情报。首先，这个一今年会卖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。这个一就代表呢，它的九宫格里面有一颗地雷，所以通常我们在玩踩地雷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先从最边边开始，那个胸章，对，从边边角角开始。哎，感谢 Ready 十五等，谢谢。这个一就代表呢，这个就是地雷，祝吉祥，就代表说今年可以买。抽到卡牌，这个范围有一颗地雷，所以这个一定是地雷，100%。他刚走。欸，你知道我们刚被然后我们再往上看，上面这个一，上面这个一呢，又有一颗地雷，就代表说呢，它的九宫格里面只有一颗地雷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一颗一定不是地雷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点开来。这个二呢，代表这个范围九宫格里面有两颗地雷，这两颗呢，约只剩下这个跟这个，所以呢，这个一定是地雷，我们就可以把它锁定，这个是地雷。知道怎么炒啦，简单的东西会。明白吗？踩地雷就是这么简单。煎的跟炒。请问？